真棒！哇！救命！救命！这是什么神仙熊？听到吗？咬竹子的声音，好棒！今天花花真的，今天小一班就只花一个熊上班，一上自己上一上午，营业担当。来这儿。哇，好棒，花花，真棒。好胖。好棒。哦。好棒，太厉害了。这是花花今天专门给大家送福利啊，专门给大家一。好能干。他调整一个姿势吃，想给那边的亲妈也给点镜头。中间有更好的位置吗？没有了啊，随便你，你可以先人过去试一试。